结膜炎我们先要分清楚，它是感染性的是非感染性的。如果是感染性的，我们要分清是细菌感染、病毒感染还是其他一些微生物感染，那么治疗就要想采取一些针对的眼药水来治疗。比如细菌感染要用一些比如可乐皮妥啊、氧氟沙星啊这一类的，病毒性感染用庚希洛韦啊、阿希洛韦。那么还有很多是非感染因素，我们说了有各种的一些理化因素啊、